之前在府中操练，我还有许多本事未曾教你。今日便教你认认学位如何？这里便是命门。 除了命门，还有呢？除了命门，可还能教我些别的？日后若是有人欺负我的话，我也能有办法应对。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那万一你不在？好，你想学什么？若是你站在这儿，后面有一个人，就像这样。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？能，只要是你的事，都能。 此山水布置是何用意啊？回禀陛下。 此景名为高山流水。祝皇后如月之痕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如东流之水，福禄绵延。算你啊，有心了，皇后没白疼你啊。此山水布置有趣，甚好，甚好啊！ 坐吧，谢陛下。这是何意啊？
紫硕。是林将军父亲吗？子胜谈的。能让子胜奏乐作配的，就只有程娘子了。想不到这次的寿宴办得这么出人意料。程娘子把这寿宴办得不寻常，倒显得吾等的贺礼太过寻常。